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和你们检测我们的设备 UltraSonic 6，这是录音机超声波抑制器。录音的时候呢，我用这个手机 iPhone 5S， 它们呢之间的距离1米。录的时候呢，我是到数到十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数到2，我把超声波抑制器开；数到8，我把这个抑制器关。那你们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录的好不好？好，现在咱们就开始了。1、2。检测的结果是什么？从2到8，无法听清楚录音。谢谢大家。